发现这边有温泉可以泡，他有痛风嘛，他就不想回去，他就申请转到乌鲁国小教书，他就在那边搭了一间小屋子哈，然后就每天去泡温泉。啊，过路的人啊，登山的人也会来给他借泡，就收一点费用，就这样一直收一直盖。啊，因为后来因为那个地，还花下的地是他的学生的，就跟他的学生结婚。生了三个孩子，现在还一个还在高雄地检署的书记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就注意了啊，转弯过来，哎呦，车子哈，没关系，那边有反光镜可以看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没有出太阳，昨天还有太阳。像我们看那个。那个石缝之间啊，那个山壁哈、啊，缝合处哈、啊，石片的缝合处，那个洞里面，你给他注意看哈、啊，用力的给他看，都会直接看到有那个冒烟出来哈、啊。还有那个绿绿黄黄的地方。张杰。好。老师。哎，车子来了，靠边。哦，他要看讲这个。老师要讲这个演戏哈。老师跟公主有记得。老师说地震过后可能会随时会有落石掉下来，他说要宣布一下，说请你宣布。好，这里最好快速通过，好不好？快速通过。老师说停一下，我们就停下来。本身就过了。哇，真是厉害呀、啊！这样一个旅店，你有加外店？有。不然的话，一下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一下就没了。所以每天都要加店了。你有外加的店？是、哦，我买一个。上面是在冒着烟，有没有？那个行动店是在两三上面在冒着烟。哦，要。要不要控制住？对。哪里啊？那个一点钟方向。一点钟啊、哦，看到了。一点钟方向。烟罩不太出来，烟罩不太，就是那个，现在画面的最中央，但是烟罩不出来，白色的那个地方。冒烟，可是也看不出来，在画面上看不到他们，就是这个白白的地方，依稀看到，但是不太清楚。
这个叫什么？鸡脚蕨。鸡脚蕨可以当药。是，对不起，是哪一个地方是鸡脚蕨？紫色的那个。哦。紫，很紫色。那不是鸡？鸡不一样哎。哦。